嗨，Hello，大家好。那今天来解释一下昨天拍的影片。昨天我的 title 是从 two way 到 Swiss Army Triplet。那么什么是 two way 呢？举例来说，就是假设说我右手的固定一个打点打一，然后左手呢打四连音的一二三四一二三三四四一一二三二三四三四一四一二一三二四一二三四，就顺序把它打完。然后呢，这时候再换右手打二，然后左手再把十四个打点打完。那等你右手十四种都练完了以后呢，倒过来，左手打一，那右手打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顺序把它打完。那这就是所谓的 two way。那我昨天示范的是三连音，那我是把右手打一二，然后呢左手打一二二三三一，右手打二三，左手打一二二三三一，然后右手打三一。然后左手打一二二三三一，然后再把它倒过来。好，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吧。大家可能会问说，这跟 Swiss Army Triplet 什么关系？我们来打一下 Swiss Army Triplet。然后我们现在把右手打在通 two，左手打在小鼓上，就变成。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右手就是在三连音的一二，左手就是在三连的一三。然后我们利用就是重音的不同，就是我们鼓棒的高低差，然后产生它在打击到鼓面上的时候呢，可能产生了一点点的时间差，然后产生 flange 的声音。好，所以我会用 two way 来练习 Swiss Army Triplet。因为透过 two way 的多种组合呢，我就可以把 Swiss Army Triplet 的几种变化都练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Swiss Army Triplet。